是牙，后学便服，上台一鞠躬。欢迎今天与会的所有来宾以及考生们。今日除了举办引荐会考，还有蔬食园游会、快点闯关活动、祈福开智慧、二手市集、水果菩萨以及香火菩萨的认捐活动哦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咦，那不是巧虎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巧虎，今天要来参加创园评鉴会考哦。巧虎你好，非常欢迎你来。只是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大袋子啊？里面都装什么呢？来，因为啊，我是环保小尖兵。今天来这里啊，我做足了功课哦。我们来看看袋子里面都装了什么。有经书，等候的时候呢可以安静的复习。还有什么呢？有环保餐具，吃美食又可以不破坏环境哦。这张是什么？与仙佛菩萨结缘，做一个人间的水果菩萨、香火菩萨。这张是什么？圆游券。考完的时候啊，可以拿去楼下兑换美食跟闯关，只要集满四点，就可以兑换一份手工饼干哦。评鉴人员进场。